雷雷啊，你之前跟的那个保证家园的信托项目暂停了，你赶紧跟那些叔叔阿姨说一下。暂停了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还打算投一点呢，主要的工作正在做着呢。好，你现在就别管那个了，你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啊。嫂子好，各部门准备了啊，一。 二三，嫂子好。起什么哄啊？好好工作，听见没有？过来。嘿。哎，我发现你现在不回家都已经养成习惯了啊。出差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 什么意思啊？你再给我给你嘴巴封起来！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嗯，这句话我好像对某位刚上任的总监说过，可人家压根就没理我。可是他现在后悔了。 他现在终于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幸福，不是有挣不完的钱，而是有说不完话的人。嗯，真的吗？今天难得周末，你就不要加班了，你陪陪我吧，好吗？老婆，看啊，这四个是什么？这四个就是我们的未来。这才是你的未来。
你不是一直想拿镯子投资吗？现在镯子在我这儿，我才是你最大的客户，请你拎拎清楚。客户？嗯。这是要干嘛呀？看你有没有服务意识了。我要镯子。少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要逛吃。等会儿什么时候进？好的好的好的，你看着弄就行了。老婆给你点菜呀、啊、你看今天咱们两个想吃点什么。哎，好，老婆点菜，别忘了。我抽奖呢，来，我帮你抽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喜欢自己抽奖。我好不容易才积累了好多奖券，我要一次性把它抽完才过瘾。你给我抽一个，我就抽一个，我抽。别动，别动。先生，您点菜。行，这个。哎，我们问一问，怎么这么半天？您好，我们是103号，我等了很久了，到底前面还有多久呀？扎小头耐痛。哎，你们也在这儿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起，我们一起的，一起的，我们认识，我们认识，一起的，一起的，嗯，加两副碗筷子。这家店太火了，排了150号。就是啊，你点菜，我点的。张小毛，随便点啊，我请。你今天早上走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啊？哎，你那些信息还有电话，你看见了吗？哦，我看见了。那个总监让我早点到单位，忙嘛，就没来得及回。好吧。你要吃什么？你别玩手机了，你。我回他信息。不许玩手机！你说说，今天不玩手机的。那什么呀？好吃吗？中毒了。我看你跟麦通那状态，你俩应该 OK 了，没问题了吧？嗯。以后麦通要是敢欺负你，你记得告诉我哈。刘音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你突然跟我说对不起？你打算在洗手间面前跟我忏悔啊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从小到大，从老家到上海，都是你帮我。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会来这儿。我这个人没有太大的生活目标，脑子不太好使，但我没有坏心，我就只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我知道。我们家小毛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好姑娘。你最近啊，就是压力太大了。这两天我们找机会一起喝酒，说说知心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周末咱们逛街，白天逛街，晚上喝酒，行。而且你不是一直没挑中喜欢的镯子吗？我陪你逛，我帮你挑，我给你买。你还给我买？啊，原来你在洗手间面前是要跟我告白。行了，走了走了。老板，姑娘，想看看什么？这里是木器，这里是玛瑙、珠宝，还有翡翠。啊，我不看什么，我想卖东西。哦，那我们店也收东西的。啊，让您看看这个。啊，你请坐。您关门干什么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们这里啊，都有监控的，很安全的。你坐。这个上等生意啊，我们都是单独服务的。那您帮我看看。您轻点拿。
怎么，老板，您看这能值多少钱？你准备出价多少？我出价？嗯，反正我知道这个镯子几年前就已经是六位数了，现在肯定更值钱。有发票吗？禁令证书呢？你别急啊，能不能再聊聊？好，你先接电话。喂，张小姐，您在哪儿呢？不是，我在这等您呢，您怎么回事啊？这房子你还要不要了？要要要，你一定帮我留好了，别给别人。这房子我肯定买，我今天就来签合同。你一定帮我留好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小姑娘，买房子了吧？那您能出什么价？80万，不够。一口价，100万。